通通 Hello YouTube，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博爱加码，游戏开始，来看一下里面会有出现的是什么东西。哎呦，有道具，上面有达克莱伊，会不会出现达克莱伊？四气饮料，哦，拉力奥斯，哎，是我们欧斯，然后还在枫叶的地图，祈祷一下兄弟们，拜托了，我那该 please please， 我们这个 rush 一弹的宝可梦五星还没出过半只啊。东小小，大颜色，大颜色，呀呀，大颜色，呀呀呀呀的好了。其实大家都不想要，你看到这些卡片都没有人要。我们把它收好。我们要对这些宝可梦有爱，宝可梦就会送给我们卡片。嗯，就像这个雅雅一样，长得如此可爱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雅雅，哇。呀呀，里面有什么？双斧战龙，双斧战龙，拉力欧斯。This is 拉力欧斯。哇，二星皮卡丘，我们的哦 ，OK， 来了，两只最强的五星宝可梦，直接毁灭，毁天灭地，巨岩罪。对战开始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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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瞬间把他们，我们两只最强的宝可梦。有路奈就越来越奈，对方二十皮卡丘，电光一闪 ，OK 来了，我们的哦是我们的力招式，直接靠一个对他使出巨量的伤害，下下上，哎，发现我们现在带的这两只五星的还蛮好用的，但是还没有为我们抓过半只五星下来，看起来我们的运气呢也是极度的不佳，弥陀在这一弹还没有下半只五星啊。又是皮卡丘，每次大师的先死，另外一只都不先死了。一二三，逆血元猛攻来了，我们的可爱的皮卡丘也一直阵亡了。今天要来丢出我们在博爱加码的第一颗球，来一颗大师好不好？就是您了，大师兄。Nope。我们现在怎么丢都这一颗球，怎么丢就是精灵球。毫不意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一个那种上面那个暗影球那种形状的东西，哦，真的有嘞，小朋友之力吗 ？Go， 双斧战龙，还有雷公，那你要哪一只 ？OK， 哦，喷火龙，哎，还不错啦，来一个吧，耶耶耶耶耶，哇，这只喷火龙也不简单哎，也是使用火系的喷射火焰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拉力欧斯，哦，来 ，OK， 来了，究竟会出现什么精灵球之力呢？拼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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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蓝色的，真的是蓝色的，火一步来了，四星火一步直接获得，跑出来！哎，怎么是你？双斧战龙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是那一只伊布兄弟？我们这一只火一步如果顺利下塔，好像有那么点机会出现这一个交换哦。海豹球来一个。好不好，大叔，您该上班了。Nope。不是吧？你刚好五点下班了。拉蒂欧斯连续出现三次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打的机会，但就是不下卡。拉蒂欧斯，您真棒！您太棒了，拉蒂欧斯。你帮我捡钱。精灵球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没事，大家给我们力量一个。没有，太难了。今日第三场，甲贺冷蛙。现在我们里面出现一只甲贺冷蛙，还有拉力欧斯。四喜饮料，甲贺冷蛙。好，
来了，我们来体验一下草喷的感觉，希望可以。甲贺您来啦，甲贺到修补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坚果哑铃，我们获得了一只种子铁球的进化版，叫做坚果哑铃，非常的可爱，但不怎么实用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草系加钢系的宝可梦，非常的特别啊。那它是金属爪，它竟然附着在这个钢系的主体上面。大家有看一下，草附着在钢上面，很奇怪的一个主体。好像是爱丽丝要进去某一个实验室，然后遇到姜。种子铁球的实验室吧，然后里面有这个迷你冰淇淋，还有双倍冰淇淋。加贺冷蛙，嘿，皮卡丘，五星，加贺冷蛙，看看到底是对面的加贺冷蛙比较强，还是我们这边的加贺冷蛙比较强？按下按钮决定，五星。皮卡丘，我们现在左边使用的是甲贺冷蛙，右边是皮卡丘。哦，两边的甲贺冷蛙速度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但是我们这边略胜一筹。两边都是五星的甲贺冷蛙，究竟谁会赢获胜呢？甲贺 vs 甲贺，师出同门啊，就看谁会获胜。飞水手里剑，刷刷刷刷刷！来了，换我们的五星皮卡丘，这下多有终极福特狂电闪，我们的四二真龙使用这一招呢，跟大家一起打，击败这一只是二十大王。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是使用这一招终极辐射狂电闪，一起击败上方的两只宝可梦。我们要来丢球了，今天我们要推出一颗大师球。太好了，超级球，超级球也是还不错的球啦，好不好？那这一只甲贺冷蛙也是红卡，究竟我们能不能一次就把这只红卡捕获呢？锁住，没有，无情的甲贺冷蛙。我们又锁住了右边的皮卡丘，又来到我们小迷途安安的环节了。现在已经是我们 的第五场了。雷公，四星雷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捕获过呢，连我一弹的时候也没捕获过四星的雷公，五星也的雷公，自己的雷公自己捕。Nope， 又是你皮卡丘。哦，来了，又是您甲贺冷蛙。第五场遭遇您甲贺冷蛙，还有四星雷公。精灵球，今日我们的第六场，看起来是平安看啊，平安看来了，我们把这个三星皮卡丘，这一张是 lucky 卡吗？好像不是，对，这一次又是变回来我们的一般的卡片。Nope， 没有，看来你，哦，来了，欧斯，您终于出现了，你敢信这个拉蒂欧斯直接大连大师球 ？Nope， 哎呀，你怎么是丢到右边彩球了？太可惜了，精灵球耶！ Yeah。太爆了，真的是爆哥！你看这个男人太狠了，一上场就出交换。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来交换啊？好哦。来了，我们排了大概一阵子了，大概又有一个小时，将近三四十分钟了，然后终于又轮到我们。那这应该是弥陀哥的最后一场了，然后等一下呢，会换到我们的小弥陀 QQ 还有小弥陀安安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出现爆音。暴雨龙装火衣布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要选择暴龙？是因为它的地图是一模一样的。来，暴龙直接出来，有没有？兄弟们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暴雨龙？暴雨龙给多大的？哎，你起立，你多厚？呼喊吧，296，帮我们呼喊出那一只。暴鲤龙跟拉蒂欧斯好不好？拉蒂欧斯，我们到现在还没一只五星，有了，结果是您，甲贺冷蛙，首推宝贝熊，你敢信？
太好了！我们要宝贝球，结果来超级球。阿兰呢？不太对啊，兄弟。两个。Nope。哇，哎、欸，捕获到右边的暴鲤龙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就今天抓一只四星的也不错了，超级进化的暴鲤龙，看起来暴鲤龙还是喜欢到我们的手上，还可以接受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获得了一只四星暴鲤龙，又是第二只了，没了我嘞，超级球，加油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叮啊！太难了啦，打了第八场了，来了我们的最后一场了。今天小迷途安安到底来了，加油！你说加油，我们直接推一颗前辈的球，没有，自己推 ，Go。OK， 没关系，是一颗精灵球，我们把它捕获下来，一个。又是四星，厉害！来，抓下来，投钱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捕获到一只四星的尼多王。看看我们最后一个小丘了，全村的希望就剩小丘。今日的最后一场，我们的小丘丘哥六月要去日本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好像也没关系。哦，两张布拉多这么凶残的吗？凶残布拉多。配上我们的凶残秋哥，你今天特别是特别凉，只要底下留言我要暴鲤龙就可以抽奖喽。那我们3月31号就会抽出了。那我们影片就做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订阅哦，各位，拜拜。